既然你这么贪财，为何一年只看十个病人呢？身体吃不消，而且我不喜欢这些江湖人，这种耗费自己生命与无意义争夺的人不值得挽救。有这些时间，还不如多去给周围的村子里那些人看看风寒高热呢。那你为何肯救我呢？这个嘛，自然是你这张脸还有些可取之处。谷里这么多女人，多无聊啊。你我也算共同经历生死了吧，还未曾共饮一杯呢。哎，我只爱独饮。梅花落眉间，人面似初见，怎么晚来天有雨雪。红炉暖玉一帘若长绝，笔墨写人间卷独长夜。此去展白，霍展白，红炉暖玉一帘若长绝，笔墨写人间卷独长夜。